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华强北超上麦小新。今天呢，我以为市场是我年纪最小了，没想到我刚才接到电话，说有一个小学生在柜台那里挑机，那去拍。好，那我们就一起去拭目以待，先逛一圈长城，看一下我现在要淘的是什么机子呢？先逛一下，这是一个 K30 Polo， 这个是变焦版的。变焦版的比普通版的会贵个300块钱，但是它用起来不一样啊。这个就是那个平平无奇的小学生手上戴了一个爱尔法手表，然后呢手里拿着一个折叠的手机，三星的，也是在这个柜台淘的。然后呢他的年龄只有仅仅15岁，他就懂得来淘机，他说他是一个小白，然后我们都教他一些知识。这是一个 V30 8+128G 的，是个 5G 版的手机，摄像头摸起来手感还是蛮不错的。 XSmart 的话就是一个续航电池的机皇了，不用多介绍你们都认识，这个用起来流畅度也是很好的。先解开密码，然后先回到档口给你们看一下。现在已经有朋友在等我，待会一起去吃饭，去放松一下，去唱 K 了。那我们就收拾一下，整理一下单号啊，把机器摆好，把今天要发的用一个小时搞定它。这是蓝牙耳机，还有一些手机，这是已经测好的。很早前我就先把机子一台一台测好。这是一个 P40， 因为上海的朋友准备送他的女朋友的，我就直接送了个手提袋，拜拜。